你们出门在外都用什么付款呢？现在最大宗的行动支付就是 LINE Pay 啦。朋友聚餐有时候这样子转钱来转钱去，不用手续费，非常的方便。我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法。不过使用一卡通 Money 的朋友们可要注意咯。官网在27日的时候公告，在2023年5月1号开始使用 iPass Money， 也就是一卡通 Money 的余额提领服务的话，提领免手续费的银行仅剩11家。那这11家也整理出来给大家，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咯。那5月1号开始提领就需要手续费15元的银行呢，也整理出来提供给大家。目前可以联动的呢，就是这39家金融机构的账户。有在使用一卡通的朋友们可要多加留意了，平均的氪星文下台一鞠躬，我们不会再见喽，拜拜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了。